是怎么了？这咋的了？信息是准确的。哎，燕子，那个小伙子稍等一下，我们可能稍稍的中断一下啊，稍稍中断一下录制。那个咱们先中断一下录制啊，因为小伙子刚刚呢我们导演组那个传过来一个信息，我觉得有必要核对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全程热恋的这个舞台的话呢，咱们一直要求大家一定要是真诚坦诚，因为这是这个舞台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对大家最大的要求。那个能让王哥问你几个问题吗？然后咱们回答过后的话呢，咱们再继续录制。能让王哥问你几个问题吗？然后咱们回答过后的话呢，咱们再继续录制，好不好？好好好。因为王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能真实的回答这个问题。好好好。那个刚刚呢，我们导演组接到反馈，然后也确实的核对了一下，你参加过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是吗？是。听说你在《非诚勿扰》上是成功的牵手了一位女嘉宾。而且还是一位混血美女，是不是？是。是这样的，录制《非诚勿扰》的时候，时间是在半年以前，然后当时呢也是通过网上报名，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和现在想法是一样的，带着一颗想要找对象的心去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在台上牵手了一个当时叫做凯莉的一个女孩，她是美法混血。牵完手之后下台之后，我们两个人吃了一顿饭，我把她送到了机场。从那以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没有谈恋爱，因为觉得两个人不合适，就属于国度和国度之间的差异，思文化上有差异，所以说没在一起。这个事情是半年前是吗？是半年以前的事情。是半年以前的事情。对。你参加非诚勿扰然后之后跟这个女孩有没有明确关系？就假如如果你们俩现在还是仍然是情侣关系或者男女朋友关系的话。没有。这个咱们可以真诚相待吗？不，真诚相待是一定没有的，因为从我把他送到机场之后，我们两个人没有见过面。他是北京师范的属于留学生，然后我在南京，他来参加节目参加了两期，第二期被我牵走了，然后牵走之后他回北京读书，我在南京做我的事情，两个人没有见面，包括微信起初的时候偶尔还能发微信，现在微信已经不联系了。小伙子是这样，因为你这么优秀，参加过《非诚勿扰》，然后又来参加《全程热恋》，王哥的第一个质疑，刚才很多女嘉宾也提到了，是不是来炒作、来秀自己来了？其实我的第一个感觉，瞬间我脑海中也在产生这个疑问。是，就是因为《非诚勿扰》毕竟是卫视的嘛，是江苏卫视的节目，它是面对着全国各地的，而咱们那个《全程热恋》呢，是吉林电视台地面频道、生活频道的这样的一个地面频道的节目，其实主要面对于吉林省的，现在是东北三省都能普及到，所以说我觉得以你的各方面的条件，就是你到这里来找对象，我们还是稍稍有一点质疑的，就说哎，这小伙子是真的来找对象啊，还是来炒作自己啊，还是宣传呢？我觉得全程恋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我可以交到朋友，同时呢我也可以找到未来的另一半。你怎么知道这个节目的？过年的时候那个电视上放啊，我扫那个二维码。谁家里谁看这个节目？我妈，我姥爷。家里人都看这个节目，对，包括我来，他们也都非常支持。是这样，所以才会选择到这儿来找对象。对对对。好的，小伙子，稍等一下啊。刚刚呢，导演组认真地核查了明宇的这个整个的小伙子的一个信息，信息都是准确的。而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小伙子刚才的回答，我觉得也特别的真诚。所以刚才我跟导演组临时核了一下，燕子，我的一个意见是继续进行。谢谢王哥。好。
也希望你在这儿能牵手成功，找一位家乡的姑娘牵手。好，好，谢谢王导啊。还是听这个《青春热恋》舒服点，说话都是东北话。小伙子也非常坦诚哈，刚刚把这个之前参加过节目的整个的经历都给大家讲了啊，十六盏灯都灭了。根据我啊，根据我在这个台上的这个预判，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但是呢，真就都灭了，我还是觉得稍稍会有一点有点疑虑，就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年轻，啊，事业又有成，很有拼搏意识，啊，那个，而且呢又很坦诚哈。好，来，掌声有请，有请这个勇敢的姑娘，有请。不知道，这你们有这环节吗？啊，这后背得相中他了呗。上来还有点害羞是吗？想半天。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张莹莹，我今年24岁。我是在吉林长春。然后我毕业于延边大学，我的职业是一名实验员。我觉得男嘉宾吸引我的点有，就因为最吸引我的点就是因为他工作忙，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我就是喜欢两个人不经常在一块，偶尔见一面就行。哎呀，你这个，哎呦，这种处对象的方式好特别。你觉得偶尔见一面是一个月要见几面呢？就是有缘再见那种。然后我还比较欣赏男嘉宾的一点，就是可能他之前大家觉得他就比较张扬，但是我觉得20几岁的年纪张扬是很正常的，就他有这个资本他才会去张扬。就是你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选择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儿，这就是你张扬的资本呢。我觉得我就比较喜欢啊。我觉得你其实并不了解我，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其实我更相信演员啊，就是没有演员是吧？那我没有办法，我也比较相信演员。我觉得你会找到更好的。